悔婚内幕，谢欣颖男友家捡到女性内衣。你来啦，赶快进来。影星谢欣颖惊爆悔婚，她于婚前倒数45天在脸书宣布因价值观不同与交往7年的设计师男友梁世华分手了。我的价值观个屁，真相大白了，原来上周六谢欣颖在梁世华家发现陌生的女性内衣，这梁 sir 操子白顺水推舟认了偷吃，女生也没再客气的及早发现对症下药，婚不结总可以吧。如果现在时间倒转，你还是会嫁给他吗？谢欣颖是个刚毅的女性，认为劈腿姿势体大，覆水难收，无法挽回。哎呀，只是谢欣颖代言过内衣，内衣是她的专业之一。不信你们来拉拉看。没想到也成了她断开孽缘的宝剑呐！娱乐动新闻，报道。